扣钟，人类打开荣耀智慧的眼睛，将2022年所有黑暗挥别，粉身碎骨一扫而空，如同光明佛大放光降临人间。我们针对人事物，我们就用扣钟去送，大地即十方法界众生开悟，成就真辩无上正等真觉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能够与高山之士回山之时，即山之时于处，将真理正法传遍整个虚空，将创极光的国度降临在人间，就如同行尸在天上一样，并转换至圣的圣境，血一洗饱然舍体，地恩泪恩泪尽，愿知愿知何知之点知，中知为中知，为之良知，光之超光之乃至云，心经之光灯所有结构，转换成无量光无量寿，感恩再感恩，无限的感恩，一直始终远远分身碎骨，再说不惜把身遍满虚空，只愿承担于前，只愿成就大众。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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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陀佛。扣钟不可思议，挥别过去种种的一切恐惧、害怕、黑暗，心想事成，了解一切都是佛法身的慈悲，归佛归法归身，归佛两足真，归法离真，归身众生真，归佛离开地狱道，归法离开鬼道，归身离开畜生旁生道，归佛净，归法净，归身净，归佛归法归身，归佛两足真，归法离真，归身众生真，归佛离开地狱道，归法离开恶鬼道，归身离开畜生旁生道，归佛净，归法净，归身净，一切归白净。三归一三次代表觉悟的光明，是代表佛的意识，觉悟光明喜悦结构的法在您自身，平安喜乐清净智慧。